啊，来，别急别急，来嘛来嘛，来给一死难过，好英雄是吧？哇，这人太多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好英雄出现可还行啊？我还有个疫苗水卡住，好好，我们开溜开溜开溜啊！这边人太多的话，我们从另外一边突破掉了，我们从后方迂回一波，弟弟们啊，洗干净等我哦！啊，别急，弟弟们 ，I'm fucking coming！ 哎，来来嘛，哦，南瓜南瓜是我的，好，我们手里跳一波，来来 surprise！ 好，再种英雄来。给死吗？啊，怎么还扣不死呢？好，没关系啊。哦，咱软上开六是吧？开六是吧，弟弟？嗯，那要是五 K 干两 MVP 啊，还行吧，这挺快这局啊。而且这技能分成死麻罩吧，除了金钱之力和吸引力啊，他们全是死麻阵啊。别跟我说英雄出现罩吧，英雄出现就是个笑话。要么是别人变英雄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要么是变个僵尸英雄啊，这也叫英雄出现罩吧。那句话有四个 BOSS 是僵尸啊，找他们去抓啊，省得我们那个叫什么自爆浪费时间啊。好，反正有个赤将，来来来啊，好，这就好呢。哇，你这个崽种，我真是操了就啊，崽种朱雀娘真的是，我操，你还是个僵尸啊，弟弟，给爷死知道吧？别想抓我。哎哎，怎么动不了？哇，哈哈哈，这一个被我卡住了，我操，哎，死得不明不白知道吧？好，来给爷死，好难过，难吗？难过，难过，七七，我操。我操，南瓜太无情了吧！我靠，对我一个人开六点零四啊，收那个多子也等你一日生呢。好，咱们附在这里啊，我们附这条好汉照吧，弟弟们啊，来 ，I'm fucking coming！ 啊，那怎么看到我真的是啊？那么近他妈就打我一个人，哎，什么鬼啊！我操啊！啊，别急别急别急啊，弟弟啊，蓝火妹给也死，朱雀娘给。技能极度的死吗？游戏体验极差，我操！哎，这游戏太好玩，知道吧？他妈支援轰炸真的是啊！对啊，支援轰炸入选亲妈，知道吧？好，今天完全沦陷啊！我都不知道过来的意义何在，知道吧？人都没得抓，真的是像个憨批一样啊！好，持之以恒 ，very nice 啊！现在开始好起来啊，弟弟们，知道吧？当你拿了足够多的死麻剑之后啊，那么剩下的一定都是好技能，知道吧？哎，我感到狂热啊，致命一击，生命不悦的向我招手，哎哎，好来啊！这把话我们拿这个什么目光来玩一下，主要是给你们炫这个喷漆，知道吧？啊，没有别的意思，给你们看看喷漆而已啊。那么这局的话，我们那个什么随机任务是那个杀一只女王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选女王啊，我们看着看着办吧啊。好来啊，来大肥别动。别动大肥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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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好，那没事，全他妈是假的。好，来准备去秒一波尸啊！怎么我只有55的血了？我靠！哎呦，我怎么只有55的血了？给噎死小芭比啊！好来，给噎死，给噎死，给噎死！哎他妈，哎你们他妈怎么那么抢人头？真的是我操！好大啊！看到没有？英雄出现，英雄僵尸出现，知道吧？来给噎死啊！那、哎、真的确实是英雄出现，知道吧？英雄僵尸出现啊！好哎，哇，怎么抓这么快啊！我靠，有点牛逼的房间僵尸啊，抓特别快这把。好狂热 ，nice 弟弟们看到没有？我就跟你们说啊，逐渐开始狗拖起来啊。那么这次更新之后的话，是人类僵尸都有这个什么随机任务啊？你玩僵尸的时候，如果你有适应力，你可以先把那个目标僵尸给选中之后啊，再切换你想玩僵尸啊。在本次没有死亡情况下，是可以获得一些属性的提升，知道吧？可以获得什么生命值提升啊，然后什么护甲提升啊，以及属性提升什么的，我不太清楚啊。人类的话也是可以提升速度、生命值以及攻击力啊。对啊，还有个什么可以二次复活啊，跟那个随机生化规则差不多啊，就什么再来一次，对吧？好，来英雄 nice， 来核爆，核爆，核爆。核爆 nice， 好致命一击到手，他妈没有生命不灭，纯妈没真的是，啊，生命不灭呢，我操，好来啊，这把话我们的目标是杀个小斑比啊，哎，你跟我说四个温机炸死一个僵尸可还行，我操，真的是假的吧这温机，啊，走开这两个后面真的是干嘛呢，我靠啊，您挡着我，那我也挡着您啊，好来啊。发现一个憨憨小啊，开手电是吧？怕黑给也死啊！他们炸个 miss， 我操！哦，炸了100000的伤害，我操，牛逼啊！知道吧？无人机还是低啊！那先话我们找个小斑比，知道吧？小斑比在哪啊？好、啊，他们大飞又是个 miss， 真是 miss 一名不全，知道吧？来给也死啊！啊，来仙子的位置恰到，
这种人后面认识那个垃圾，真跟我抢仙子干什么？真是，我就操了。啊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这仙子还挺多的。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赶快找个小帮比把他给杀掉，知道吧？看看什么属性会提升啊。好，来，狼狗僵尸翅膀，看迷雾是吧？给噎死哦，小帮比来，小帮比，小帮比，小帮比来，小帮比给噎死，怎么还不死？或者肯定想抓过来给噎死，真是好来。啊，移速天真是，谁他妈这个垃圾玩意儿？我操，我需要生命补液，知道吧？啊，不过抓差不多了，这把抓挺快的，我操，我操，抓挺快的嘛，这局是不是有接触啊？好来啊，来来给爷死，哎，是 King Incredible 蓝马弟弟 ，boom， 好来重拳出击，蓝马弟弟们啊，好别急，怎么哎，怎么就只我一个了？我操，哦，仙子我就恰到好处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弟弟们，哎，操，来嘛，死啊，死啥弄？我妈哟喂，我心得意，知道吧？鬼手三秒钟，哪有一点办法都没有？来来，砍就完事，知道吧？哎，还重拳，三中我拳是吧？重拳出击啊！好，杨伟新，杨伟级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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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拳！哇，他妈那么多鬼手，真的是我操了啊！哇，真是这么猛的吗？我靠啊！尽管大飞的鬼手变成三秒了，知道吧？但是的话，他这个移动速度，像刚刚我那种杨伟系的状态下，或者棺材一砸啊，必中鬼手，知道吧？必中鬼手的，然后恶魔阵阵个枪，我靠啊！僵尸感觉比以往更强，知道吧？还有随机任务的提升，知道吧？护甲加强啊，血量提升啊，属性强化啊，更难杀僵尸，知道吧？也算是变相的削弱一波无人机啊。但是怎么说啊？有无人机我还是技高一筹，而且我要把生命不也给堵出来，知道吧？这死麻将真的是每次他妈玩一他妈缺金上来这技能，知道吧？不是没狂热，就是没五六，就是没致命一击，就是没生命不也，知道吧？我技能是真的垃圾，而陆雪的妈是真的该死啊！那么这个方法僵尸没有自闭，知道吧？迷之可以抓起来啊！我不知道是这个随机任务的加成的话，还是僵尸本来就很牛逼啊！不是捏死脚白，他妈变僵尸就挂机啊！好，放那个肿瘤子啊，对，肿瘤子的话这次也是加强，知道吧？他这个自爆的范围和伤害是变得非常大。好，来把这挂机怪抓掉来，给噎死，重拳出击，好，奥乱跳 ，nice！ 我操，直接炸了我一半的血卡，现在真的是看到没有？现在只要你没有生命补液啊，两个肿瘤子你必死啊！好，放一个狼狗僵尸给噎死啊！这还给了个武器库，比较不错啊。好，后方的话还是这样抓起来，我操，我抓起来，来嘛，弟弟。哎，我捡了个什么垃圾玩意儿？好，别急，别急啊！哦，巴桑啊，来嘛，重拳出击啊！好，又是个肿瘤子，他妈又他妈炸了一半的血，我操，有点恐怖哎。对的，肿瘤子的话两下就炸死，好，哦，巴桑给噎死啊！好，赛琳是吗？来给噎。What the fuck！ 居然没炸到开心，我操！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就要差不多这局啊，挺给力的反正僵尸。好来嘛，弟弟们啊，差一二十吧啊！你看我左右横跳啊，打不中你知道吧？打不中弟弟气不气啊？好英雄来给爷死啊！这脆皮英雄真的是好啊！居然守 DJ 香弟弟们啊，给我滚出来知道吧？我们选个我巴桑一拉全死了。好，先把圣剑给炸开知道吧？先把圣剑给炸开啊！好，那英雄必死，英雄必死来哎！英雄没了啊，没了没了，傻了吧唧知道吧？这上十几个还行吧，跟你说，僵尸迷之可以抓起来，知道吧？哎，终于可以告别后期僵尸自闭的情景了啊！这是最后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妈你死了吧！他妈一边僵尸他妈就挂僵尸，后期他妈全是自闭，知道吧？难受的一批啊！后期僵尸能抓起来是最好的。那这句话我们要去猎杀一只鲲啊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选鲲啊，所以说我感觉这把人类的随机任务应该是完不成的。好，啊，这个母体我们不管它啊！你看我秀一波 MCJ 啊，哎，你看我这飘逸的身法，压力吗死呢？哎，好来啊，我们静观其变啊，僵尸在哪儿出现呢？好，这把又给了个武器库，哎，挺不错的嘛，这次英雄出现啊，不变大英雄还可以开给武器库啊，哎，不错啊。好，来蔡林是把它弹开啊。哎，我们买无人机吗？我靠，我买的是混沌雷啊！啊，不过没关系啊，这把我们有连发，有破甲弹头，哎。那么踩三个是必死，知道吧？好来，哦，有人过来了，好，蔡林是吧？啊，来嘛，弟弟啊！好，格挡你不抓是吧？啊，您看着我，那我也看着您，怎么您先死？真的是啊，憨憨一样，知道吧？好，我们先布置混沌手雷，知道吧，弟弟们，踩一颗不亏，踩一个选三个必死，哎。好，现在居然可以抓起来吧？迷之可以抓起来，我们先静观其变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好来啊！我操，瞄见开心真是啊！好，蔡英的话我们不管他啊，他没有看到我，知道吧？你没有看到，我们先溜，先溜啊！我们武器规划都不知道，万不得已别交啊！好，哎，怎么抓不起来了？我靠！
给力点，老铁们！好哦，抓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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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好，别急啊，现在一线天那个位置啊，我们就捡箱子。我操，哇、哦，这么多僵尸，好快来弹开小斑比啊，来弹开啊！哦，来嘛，弟弟，真的是啊，什么叫技高一筹，知道吧？啊，这就是技高一筹，弟弟重拳出去打击你妈就完事儿。啊，来，大飞都破坏掉了啊，别急，别急啊！哎呀，感觉他妈捡不到箱子，知道吧？箱子的话在一线天那里啊。哎，感觉可以捡，可以捡，可以捡，可以捡啊！吃两个给爬啊！好、啊，来弟弟们，又是刺客无人机啊！什么叫极高跳？哦，小斑比啊，给噎死啊！那句话还没见到坤坤啊，没有坤坤这局啊，所以我们就把利坤失败啊！好了 ，boom 啊，十 K incredible 来 boom 来 boom 大飞重拳出去，知道吧？什么叫技高一筹啊？好，又是大飞，别管他，别管他啊！大飞那么可爱，破坏大飞了啊！好，等一下再聚集点，他妈聚集点，我们开波大，开波大，好啊！好，来弟弟们，三一马克索卡米诺，哎他妈那个杂种无人机真的是他妈全把人都给抢了，我操他妈砍了个寂寞真的是啊！来给爷爷说说，好多僵尸来开绿开绿开绿开，真的是啊，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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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别他妈赌咒的英雄真是憨皮操了就真的是啊！妈的杂种他妈赌咒真的是啊！弟弟啊，你必死知道吧？你必死啊！好来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杰出牛逼，瘫软在地啊！这么差16K真的是啊！我、哦、操！僵尸后裔居然不自闭了，开心！我看牛逼啊！每局都可以抓完，真的是牛逼啊！尽管那么多四件套，对吧？依然可以抓得起来啊！但这次的话确实是加强了一波僵尸，知道吧？这个随机任务的话是有很大加成的。好，憨憨迷雾啊，傻了吧唧，知道吧？我操！这局怎么拿个毁灭者？好，哎哦，那个臭军是僵尸，来弟弟啊，你闭着，知道吧？啊，什么叫技高一筹啊？跟我比划比划，跟我比划比划，真是傻了吧唧！妈的，我操，他居然有猛犸和伊卡，真的是啊！好，失算失算啊，算我失算，知道吗？这局啊，我没想到咱们他妈居然有猛犸和伊卡可以正面干蜀神啊！好，来英雄，哇，这是个萌新啊！我靠，拿着毁灭者的英雄，哎，萌新给噎死，知道吧？来，给我缴械啊！好，这边真的好，来英雄给噎死，给噎死！好，他妈这是个载种英雄，知道吧？啊，好烦，他妈这蜀神一直打我，真的是啊！别急别急啊，我们选个小斑比，知道吧？这句话我们选个斑比之后就加成啊。属性提升啊，好抓慢点、啊、弟弟们啊，抓这么快真的是、啊、肯定有接触带节奏，知道吧？好，来我们赌一把，赌一把啊，来，好，沙漠最强劲的没来，舒服的一匹，知道吧？啊，好，来我、哦、英雄是吧，来给 yes 哦，好，来比个心啊，给你比心心啊，大飞转圈圈啊，比心的大飞啊，还剩了一级哈、啊，你他妈逗我玩是吧？我操，真的是他妈负9000啊！我真的是操了，就真的是，我他妈就只想要个生命补液，有这么困难吗？真的是啊，这不死吗？你们来来回回真的是上了去去了，真的是啊！好英雄啊，给噎死知道吧？啊，大匪精英名不虚传知道吧？全是臭大匪啊！英雄必死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只要棺材一减速，英雄必中鬼手啊！好他妈这英雄有一卡，有点难办啊！哦、啊，还是一卡二段是吧？我靠！我操！哇牛逼啊我靠，后期居然不自闭啊，到16局还没自闭啊，好像啊，这游戏是不是没有生命补液这个技能，我操，对这段还是个什么 Skull 系列，这个加强像什么死棋啊死亡咆哮什么的都加强了一步啊，后期的话我可能会打击实况啊，不过跟你说啊，玩这些武器啊你一定要找那种没有芭比的房间，知道吧？因为这武器八级才出，而芭比五级就出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芭比会碾压，而且我跟你说啊，曾经你们的回忆应该是打小奥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武器可以去小奥房录一次啊。我承诺去小奥房不用神器啊，咱们就用死局怀旧就行了。好，来英雄出现，哎，舒服的一匹啊。那么这局我他妈一定要把这个生命补液给赌出来，知道吧？啊，没补他妈像个弟弟一样，知道吧？三拳英雄啊，好来啊，怎么他妈全身都是死吗？真的是操了就。好，重拳出击啊！什么叫技高一筹啊？好，重拳出击，重拳出击。啊啊！我哭了，你们这是死马技能，我操啊！好来，给噎死啊，再中啊！好，大肥那么可爱，就不破坏大肥啊！好，来捡个箱，捡个箱子。而且他妈怎么说啊？这一局又要去猎坤才能获得那个随机任务的加成，知道吧？哎，好来赌一把！我真是捅你妈了，我操啊！没有我怎么刷屏的，真的是啊啊！冷冻手啊啊哈哈！
哎呀，我哭了，你们真是啊，这他妈怎么玩啊？三级的脆皮英雄没有五六啊，也没伊卡洛斯，你看嘛，他全是大飞，我他妈动都动不了，真是啊啊！我操，操啊！哎呀，再杀了四 K， 真的是啊啊，真是太猛了，我操，真是太猛了，这局真的是啊，真的。僵尸后期难得不自闭啊，我靠，还他妈能抓起来啊，牛逼啊，属实牛逼啊。这次话怎么说啊，也算是变相的削弱了无人机罩吧，只要你不能挂机过啊，你是肯定可以抓起来的啊。好，要不然我们把武器库直接用了啊，反正英雄小姐怎么猛啊，啊算还带圣剑吧。啊我傻了，我操啊，武器库没了，他妈等级还不够，真的是啊，我干嘛真的是啊，真的玩傻知道吧，玩傻了，我操啊，疯狂的白给，真的是玩傻了。好，高铁没屁用，操啊！生命不易，持之以恒啊！给死啊！迷雾仔怎么？失误太多，加上疯狂的白给，哎，真的我很难受，知道吧？好，来先走一个恰到好处啊，小芭比是吧？啊，我选蔡琳啊，给爷爬开啊，弟弟啊！哎，仙子呢？啊，现在这儿。来，无人机在手，天下我有知道吧，什么叫技高一筹啊，蔡琳是吧，想冲我是吧，重拳出击知道吧，什么叫技高一筹，给爷死、哎、好，这个大飞蹦啊，好，稳得住稳得住啊，没关系啊，困三秒钟而已嘛，好，给爷爬开啊，好，爬开弟弟啊，别跟着我，好，来，我们去补充无人机知道吧，箱子的位置再次恰到好处啊，哦，开爆的是吧，铁头娃是吧，给爷死，给爷死，他妈他居然狂热，给爷死啊，有祸在我强势吧啊，我告诉你什么叫技高一筹知道吧，哎，重拳出击打击你妈，哎，舒服的一批啊，好，这儿差不多了啊，那么现在他妈算在那个一线天门口那里，真的是好，别急别急别急啊，我慢慢的估计知道吧，来隐身换弹，哎，看不到我啊，隐身换弹，哎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哇他妈这是个接触啊，真的是啊，那最后要打第一名啊，259分，谢谢大家收看啊。